40秒到达战场，代驾呀！你要干，我便干；宁若战，我便战。回家了。 躺着吧，这野自己打吧。谢谢三将爱喝 COCO， 感谢三将爱喝 COCO 的办卡啊，谢谢。他已经没有药了，我们还多他一瓶药，多他一个长剑。他游戏其实已经结束了，上线直接拼。 既然你这么喜欢拼，俺俩就拼一拼。既然你这么乐意拼，那我们上线就打。今天谁也别怂，好吧？就你觉得那洛克萨斯之手有多狠，你就跟我拼多少下。你也别服了我，对不对？咱也别服，咱就干，上线就干。我让你头铁，跟我头硬。 直接死刑，小伙子，你呀应该感到庆幸，荡妇二连，这有蛋呢，这，你应该感到庆幸，你是近期唯一一个让我出死刑宣告的人。 这儿插个眼吧，别着急打啊！这波他三，我们二，小兵有点多，相当于俩人打我们。先把炮车补了，让他回家。他只要这波敢回家，那必定就炸了。我们控波线，这波他敢回家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是没想到的。 我这打个游戏关了弹幕，我他妈跟这一自己一个人玩似的，我跟个神经病似的，自己搁这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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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叨。哎，那有些傻逼看着还烦，还不想看。 亮牌，亮吧，亮牌，亮牌，一个兵别分，先 Q 他啊，打的骸骨。车你吃不吃？车都不吃啊，有觉悟。 不要直接E他啊！直接E他，拉不着好。直接E落手，只能被他硬耗血，知道吧？这还敢拉我？啊，这还敢拉我？来外圈刮！来呀、啊！我就等的就是你这外圈。来，这牌已经输了呀！这牌，这什么？ 就等他外圈刮，我们一 A Q，
兵线不要了，我卡住他。来，让他上来，到这个位置我们杀了。再见呀，蜘蛛，这有点过分了。这蜘蛛刚才不搁下路呢吗？这蜘蛛，哎呦我这蜘蛛，居然有蜘蛛！谁的人头吧？蜘蛛的人头不太好，应该落手的人头，让他值钱，他不值钱。落手的这英雄非常依赖闪现疾跑，你知道吗？他这种技能乱交，我们上线有技能，他没有技能，他兵他都补不了。我们53刀，他16个兵，我压他40个兵，7分钟我们压了40个兵。现在可以随便打了，因为我们的装备已经多他太多了。一个小破燃烧宝石800块钱。30秒有大。伯爷哥可以杀，过来啊！拉啥呢？来，你先干吧。亮牌呢？笨逼吧，还亮牌呢？19个兵，我奶奶比你补兵都多。干啥来了？要杀我呀？你不杀我，我敢杀你了啊！你杀不杀到底？给句痛快话呀！我日你仙人，把装备除了。中路一下打没了，他为啥不往我上路放呢？可气！我的一血塔没了，差了200块钱呢。握手是哪去了？放搁这儿呢。都以前 EAW 溜走。拉我。等他外圈刮啊。现在他没有拉。你回来了，你回来，兵都没了。啊！
该我了。亮牌啊，26个兵，26个兵都多了。等这个小兵没了，哎，回家了。谢谢唯爱西西的飞机儿，谢谢唯爱西西的白玉的飞机儿啊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唯爱西西的白玉的飞机儿。先来个提亚马特，我们推线快一点。两种选择，想早点结束游戏，直接去下路把下路一跃；不想早点结束游戏，想玩一会儿，那就上路继续带。两种情况，我决定去上路带一带。其他的交给队友，我们先来折磨这洛克萨斯之手。扫一下，要保证每个外圈都不让他抠着。5秒4秒3秒，一 QR 转起来，套点盐，打不能接抠接亮牌，转起来，麻烦溜，手速挺快，就是连招差了点意思。这蜘蛛，哎呦我这蜘蛛，又是你蜘蛛，我来个水银海，为了这蜘蛛，可恶的蜘蛛。我劝你啊，可以赶紧走，我先给他打一个信号，然后走不走看他自己吧。你要跟蜘蛛跑啊，我觉得费点劲，节俭。好痛啊！你这边过分了，我发现。哎，为什么没回上来血呀？那蜘蛛可搁里头呢啊，蜘蛛。把蜘蛛杀了，漂亮！起飞，咬的漂亮。把峡谷先锋打了吧。打就行了，没事。
打完把龙打了。你先打，我去杀 ADC。我们顺便还能杀个 ADC， 挺好。跟我来杀这蜘蛛，杀蜘蛛啊！哎，我一闪，还挺花花的，还一闪，蜘蛛不能一闪，你闪个蛇皮。一波了，就像我们怕他似的，他咋的呀 ？ADC 也挺狂啊！我秒完他以后，他还敢在我面前走动，为啥走动？回家了，把这个九头蛇先除了，除完我把那个巨链子也除了。现在这玩意儿好像挺性价比还可以。谁？谁在下路 ？ADC， 我好想杀的蜘蛛啊！还在那小点声，别让猴哥听到了。我已经听到了。咋的呀？咋的呀这？啊，给点面子了是吧 ？ADC。操你猴子了，还瞅我。给我下当了150，还行吧。我受不了。我要抽收集者，卡莎赚了，卡莎肥不得。你想一想，他刚才红 buff 啊，他刚打完红 buff， 他让我杀了，他赚吗？其实他不赚，他的红没了，我下波我还杀你，我下波全技能。我今天别人不杀了，我就盯着他杀。你要厉害，下路兵你别收，好吧？你要狠，你就在塔下别给我出来。我说了，你要是狠，你就在塔下别给我出来。要不然我就把你杀了。下路我们继续拆，我下波没有闪现，他可能有闪，如果打不死别深追，我已经排好了帮他，下波杀不了，在下波再杀他，然后一直能杀他6分钟。这线儿，这塔我们可以不推，
你咋的呀蜘蛛，你怎么的呀蜘蛛，我这两个猴。我不拆了，通路掉就掉了，咱不拆了，等着卡刷蜘蛛都埋会这一把，省得老狂。来啊，有闪现，继续跟我对线，我下波的啊，下波咱俩再杀了，来下波咱俩再杀了，你等我回趟家的啊，这波闪现你不交了吗，下波咱俩再杀了一波，他老爷跟我杀了，下路的塔他不想放，不想放我们就来。他连个 E 他都没进化，他要进化个 E 还行，他进 E 都没进化，他都没隐身。老爷跟我杀了。等一会儿啊，看看这卡莎来不来，这位置是没有眼儿的，我们可以跳弹进主基地，人儿呢，人儿不见了，勾得了，好闪，手速挺快，但是没用，被我点燃了，真好，还拉我，这波没大，不杀他，出来呀，让他炸没关系，给你们结个账。